有兴趣吗？他是全部都接到这里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对啊。然后四张卡跟板子都接住了。那这个上面这一个是？这个是 Cybernetics 他们的那个板子，然后其他就是。它那个软体叫 Project， 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。哦，就是哦。对对对，它就是一个 monitor，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它的变化是什么。OK OK。啊，但一般 user 不会有这块板子。就直接就你要看资讯才会用这个板子。对，所以然后我们有做这个软体。对，一般 user 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体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软体来侦测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包含是它的现在的温度，或者是效能，或者是它现在的瓦数，跑到怎么跑。我们可以控风扇，可以加压一些。因为它是全数位的电源供应器。OK。对，但是我们就软体都可以去。对，没错没错， okay. 它是我们品牌出的一个最高等级的钛金的电源供应器，1600瓦。你说风扇也可以调？风扇这颗，风扇都可以调。风扇 OK。所以我可以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我们在欧美应该都会有。台湾的话，目前的时程要问一下我们的。就还 OK OK。Efficiency。对对。Power。这个话就是我们有分 single layer 跟 multi 的两种 display 的方式。嗯哼。对，然后我们其实里面都有做这种，像是 software 的 OCP。对啊。因为Huawei 本身有 OCP 吧，然后我们 software 的话，就是我们做一个警示，就是我们不会去强制去把你 shut down 或怎样，但我们会。那它的 alarm 是怎样？它会怎么样告诉你？它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跑跑，就是一个视窗，然后跟右下角的一个通知出来的。OK OK。对对对。那 thermal control。thermal control 就是我们上面这一个。的风扇、oh, ，OK， 然、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一颗是算蛮安静，然后比较没那么烫的一个电，这样， mm-hmm.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出厂的 default 都会是在 silent mode，、mm-hmm. 就想去把它的声音压下来 ，OK， 对对对。但是我们这个内件是有保护，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太热，它还是会。对，像现在我们在冲那个保温的话，我们就它其实就会变分位接过去，然后就它还是会。OK。把转速。OK OK。其实我们这里可以去记它的使用的情况，就是在 history 里面，我们就会去记它的。用量啊，包含上面你看到一些资讯都会有技巧。是目前只有这一个这样，你们这前面的都没有。旗舰规格的 power 才有用到这个软件。对对对。OK OK。因为这颗真的是相当不好做。嗯。是我们耗费了蛮久的时间。那它怎么连接到电脑？是连接到什么？连接到电脑。电脑的话，还是这些资讯是直接？我们是从那个就一般 HDMI 拉转就可以。就你接在板子上，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特别，这边它有一个这个 prime port， 啊 prime 就是我们这个软体的名称。OK。那我们这个 port 拉出来之后，接到板子上的 USB。OK。我觉得 USB。OK OK。对，就可以看。Yeah, but currently. 好，感谢。Bu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. So,